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光临红叶旅途的频道，这里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，今天带领大家看看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户外装备，它的品种和种类和国内有什么区别。这家这个户外用品这些装备种类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个户外装备这里面它分七大类。第一个是它是户外野炊装备啊，第二个是露营装备啊，主要是这两大类。这些户外装备的大多数产地来自于这个德国和这个欧洲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户外这个野炊这个装备，它这里面除了这种在户外一套的这种餐具、炊具、刀具啊等等以外，最多的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炉子啊，它这个有很多是这个液化气炉子啊，非常实用，携带也非常方便。它有这个普通气罐和高压气罐之分，其次的话还有这个可以选择这个柴火炉啊，这个柴火炉也是在野外非常方便啊，就能就地取材。其次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野外这个饮用水这个净化水的这个装置啊，这里面主要是有德国的比较多一点啊，它用起来非常方便。我们在野外碰到这个污浊的水，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净化，我们就直接可以饮用啊。其次的话就是这个露营装备，这里面主要是一个是帐篷，帐篷是有它这个是有两人的，有多人的，其次的话就是它这个帐篷有零下20度的啊，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睡袋啊，它分这个很多啊，鸭绒呀等等一些，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气垫啊，充气垫啊等等一些这些。下面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边走一边看。